我来试试，你可以这样抱，一只手托住他的头，一只手护住他的屁股和大腿。刚出生的婴儿脊椎比较软，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。 虽然宝宝刚出生，但也享受声音和拥抱。你可以让他静下来，听一听你的声音和心跳，这样他就会有安全感了。你要不要摸摸他？婴儿也喜欢被抚摸的感觉。宝宝。 你有这么可怕吗？嗯，哎，他笑了。好了，躺一下吧，来休息一下。哎，多可爱啊！ 刚路过，听见宝宝哭了，就顺便过来看一下。谢谢医生。应该的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你来看我，就是为了拍这个？哟，谁拍的？我看看。 摄影技术不错，加薪水。喂，哦，暂时先不用约，晾着它。合约的问题我来解决。嗯。 我这是在……哎，你好，我现在在哪个房间啊？哦，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在医院的大堂见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哦，我结束了，你继续吧。 还想看？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我今天出门忘记带名片了，回头我们真诚的认识一下。这位小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？ 这位医生，你想没想过，也许是缘分让我进来你的办公室的？怎么样？电话、微信我都可以接受。哎，看见刘主任了吗？刚才他回办公室了。刚知道了。跟我来。
凌睿啊，下个星期的排班表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眼啊？哦，我一会儿看，放那吧。哎，又没人，你拉什么脸性啊？我在换衣服呢，别看了。不是这个得要你签字，你赶紧打开。我一会儿签。我换裤子，别动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你这赶紧的，你这是赶紧的，快。哎，我脱裤子，你别开了。真是。哎，你让我看看呗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一眼，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别看了，看看，是不是藏人了？让我看一眼。哎呀。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让我看看，让我。哎，行，小气，我走了啊。你好啊，我走了，继续啊。走了。你脸红了，你怎么害羞了？我都没害羞。对了，刚刚我指的是腹肌，我是说你的腹肌很硬。谢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吧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你不应该随便乱进。我不是随便进来的，我是因为有突发状况。突发状况，没什么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总之，对于刚刚的事情，你就当做是我一时无法控制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就可以了。夸你呢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给你道歉，打扰到你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请你下次别这么做。如果遇到其他人，你可能会吃亏。女孩子在外面要懂得保护自己。谢谢啊，你们男孩子也一样。林医生，你还真挺好看的。你扣子扣错了。陆总，高尔凡，是你见过天使吗？啊，我看上去像那种会被欺负的人吗？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啊。那你刚刚说给我加薪是加多少？又轮到去说服那老头了，今天放你半天假。也行，谢谢陆总。听说你上个月莫名其妙的要换公司的代言人，上上个月呢，公司的合作伙伴众目睽睽，狼狈的从你办公室里出来。我想请问你的项都去哪儿了？你究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老婆八卦传错了，公司代言是女的，合伙人也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我对他们不会这么没有礼貌，对你就不一样了。陆总是女的，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生我的人是我妈，养我的人也不是你，你可能的确不知道。行，我不跟你那么多废话，收收心，准备结婚吧。我不结婚。你为什么不结婚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女人你不结婚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聪明又有钱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结婚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别偷听，聪明有钱就是不结婚的理由啊！你一个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，就不是一个女人完整的人生，懂吗？你给我制定公司盈利目标的时候，可没说过这句话。没案例是不是？你记住了，一年之内结婚生子。完成了还则罢了，如果你完不成，就算是全公司的董事都全票通过了，我告诉你，
我也有对英菲尼特一票否定的权利。最没有资格否决他的人就是你。方宁啊，姐，在家吃饭吧，我亲自给你下厨。谁要吃你做的饭呀、啊？那么难吃。你看看你做的好吃。姐，你别急着走啊。文斌，你听见你好女儿怎么说我了吗？连我她都不放在眼里，何况您这个董事长太太呢？法定后妈，您哪凉快哪歇会儿啊？姐，我那400万真的还不上了，你就看在我是你亲弟弟的份上，再宽限宽限，行不行？姐，我那钱真的没有拿去干坏事，我只是借出去了。你再给我一个月时间，一个月。五天，我再给你五天时间。如果你还不上的话，你这辈子别想拿到你的信用卡。姐，姐。